好圆的月亮哦！哇，你们在看什么啊？董龙姐姐，明天是中秋节，所以我们在赏月。哦，难怪啊，今天的捏拱董奖，哇，月亮好漂亮哎！哎，中秋节，中秋节，你们知道中秋节要吃什么吗？中秋节吃月饼，月饼，没错，中秋节要吃月饼，月饼。而且啊，中秋节是在农历的8月15号，所以中秋节又称为百捏班。百捏班，厉害哦！想到了，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柚子，柚子，我最喜欢吃柚子了。是啊，没错。半捏班的时候还有好吃的 UA 哦，对对对， UA 彤彤姐姐，我们赶快来吃吧。好啊，半捏班，半捏班，中秋节，半捏班的时候要吃什么呢？捏饼和 UA。 聪明哦。半夜班的时候，晚上记得抬头看看天空，因为那时候的月亮又圆又大哦。对呀，月拱拱奖，月亮好漂亮。月拱，月拱，月亮，拱奖，拱奖，很漂亮。月拱拱奖，月亮很漂亮。百捏班，中秋节，捏拱董奖，月亮好漂亮，这样你学会了吗？百捏班，中秋节，捏拱董奖，月亮好漂亮，学会了，好棒！那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哦，张磊哟。